接下来由我向大家介绍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们的内容是集团财务管控模式的展望以及部分的案例分享。在新的数字化浪潮的时代大背景下，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各大企业都在不断的尝试集团财务管控的新的方法和新的实践，特别呢是利用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应用新技术、新工具，按照新的思路，在发展中不断地解决原有集团财务管控中的难题和难点，以集团财务管控模式的优化来推动企业的执行力、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打造世界一流的企业治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乃至最后的动力变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企业，我们观察到非常多的企业在尝试集团财务管控新实践的时候，首先呢都会对财务管控的目标重新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和重新的定义。尽管我们知道大家对于管控的基本目标其实都有着相当的共识，比如说集团财务管控需要融入从战略规划、业务执行和业绩反馈形成整个完整的一个经营管理的闭环，并且呢通过精准的布置管控的触点，将价值的理念能够渗透到企业运行的各个层级、各个环节，从总部到各级的组织，从组织到各个岗位上的员工。但是呢在新的时期，重点我们认为其实要在这三个层次上主要解决四大关系问题。第一，要重点解决战略到执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让战略有效地转化为各个经营单元可量化的经营目标，要划清管控的底线，要打开发展的空间。第二呢，要关注执行到业绩的关系问题，如何及时的去掌握各类资源要素的使用状态，要与业务部门共同的去促进各类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第三个方面呢，要特别关注业绩到执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敏捷的建立经营结果的反馈机制，特别是要及时的去提示业务的提质增效的潜力空间和经营方面的风险。第四个方面呢，要特别关注业绩到战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及时的提示战略方面的风险，要能够支持公司的治理层、管理层甚至是执行层在不同的层面多方面多角度的进行战略的思考和战略的纠偏，从容的去应对特别是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各类高度的不确定性。刚才咱们说到的这四大关系问题啊，实际上反映的是集团财务管控中三大领域的诉求。那么哪三大领域呢？第一个领域我们认为是集团战略与单元驱动的领域，因为我们要衔接战略，让考核的指标能够紧扣执行的结果，要能够给经营层划清底线，并且打开发展的空间。第二个领域呢，是边界管控和内容管理的领域。因为这个在这个过程中，要从过程刚性与弹性管控相结合，要强化
各类各型的分析预测能力，特别是把原有在事后的结果分析、纠偏分析、标杆分析这种各类的方法和手段，要能够及时的前置到整个业务的执行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在过程中发现效益的趋势，发掘效益的空间，纠偏效益执行的过程。第三个领域呢，实际上是集团管控和公司治理的领域啊，这个其实在很多场合，在很多层级都不断的去强调，在整个公司的从上到下的组织间，如何去更好的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实现对整个管理权、治理权的合理约束，确保依法的来进行企业的治理。因此呢，在未来，集团财务管控将更加聚焦在两类重点上。第一类重点就是集团财务，特别是总部财务，到底应该管什么？我们注意到，很多企业的管控重心已经逐渐的发生了变化，从目标的考核逐步转移到了发掘价值创造的潜力空间和效率过程上，从流程驱动控合规逐步的转移到规则驱动上。所以呢，在这种思路下，当我们重新去审视集团总部与经营单位的这种分工的时候啊，就会注意到，特别是在决策类的功能发挥上，总部实际上是需要不断的去推动各层级的经营单元在资源使用的过程中要不断的进行反馈，从而呢将事后的评价与分析迁移。那么在操作类的功能的发挥上，无论集团是不是采用高度共享的方式啊，有可能是采用，也有可能是采用部分集中，也有可能是采用虚拟的共享、虚拟的集中，啊，各类方式非常多。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实质上总部依然不会去参与操作过程当中的实际处理。总部更应该是聚焦在规则的制定和数据的治理上，也就是说，以高度规范的数据质量和规则质量，既提升了管理质量，也能够提供高度自动化所必须的各类信息基础和数据基础。所以呢，未来集团财务管控的工作的重点，我们认为是加快总结，迅速进行集团核心的管控能力建设，并且呢，自上而下的向集团各个层级去提供各类的共用的能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赋能。那么根据最近以来，特别是数字化浪潮时代下，各类企业发展转型、财务职能的转变和各类数字化工具的应用趋势，集团财务管控的架构啊，我们观察到未来一定是围绕五大能力中心去整合传统和新兴的一些全新的一些财务的职能啊，特别是要充分的利用虚拟的劳动力和原有的财务人员相辅相成，实现全面的管控。那么我们认为呢，未来财务管控的核心能力啊是有五类，分别是呢，业务自动的处理能力，风险智能的防控能力，业务运营的支撑能力，资源协同的运作能力，还有业务创新的发展能力。那么在未来这种五种能力下，实际上当我们回顾一些传统的集团财务管控的职能来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一点，大家可以注意到，业务创新发展的能力中心啊，是在传统的集团财务的架构上、组织上啊是没有的，它是一种全新的职能。那这个中心的重点啊，就是通过数据挖掘分析能力的建设，既参与业务机会和战略潜能的识别，又能够基于数字化的技术，将经验和能力啊进一步的产品化，提供各类的财务决策型的产品给到各层级的经营单元和业务人员手中啊，帮助他们啊具备相关的财务识别的
一定能力。同时呢，啊，除了业务创新发展能力中心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其他四类能力中心实际上也比较原有的传统管控职能啊做了相当广泛的职能上的拓展。啊，比如业务自动处理其实呢是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逐渐转变。风险智能的防控呢实际上更向风控提示的重心转移。业务运营的支持呢重点会放在目标配置预测，而资源协同的运作呢更重要的是向集团内外生态级别的筹划而转变。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一看，首先看一下业务自动处理能力中心。业务自动处理能力中心的核心作用实际上就是提升信息处理的高效率，并且推进数据的高质量，以管理规则和标准统一为前提，大范围深度的去应用各类智能虚拟的劳动力。那么在实现这个能力的过程中啊，我们认为要特别注重数据的获取、处理、存储、流转，要坚持这些环节是全程在线。全程在线的好处是既有利于数据和信息的调取和应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整个数据的全程在线可以保证数据的追溯寻源，从而确保数据的信任是不受干扰的。在这个指导的思想下，集团业务自动处理能力的中心在总部的层面将聚焦在规则属性的固化、统一数据的标准、规范业务的流程，将经营中价值管理所需要的合规控制、数据标准、经营应用不断的沉淀、提炼、聚合，形成统一的集团能力。那么而经营单元呢，就需要不断的去挖掘这些沉淀的数据，去打破原有受到组织流程系统壁垒影响的数据获取能力，从而呢更自由的、更深刻的把沉淀的数据转化为可用的信息资产，进一步去寻求管理的质量的提升和集团战略潜能空间的发挥。那么第二个，风险智能防控的能力中心，在这个能力中心下，未来一定是按照可见即可控的理念，不断的去推动业务与数据的全程在线，在数据和算法的帮助下，把管理重心从规则执行转向风险与回报的选择决策，去依托智能的风控为新业务的发展保驾护航。啊，特别是在总部的层面，总部层面呢其实是它要在全集团的这个层级上去实现全业务透视跟全方位全天候的风险监控，并且呢总部层面要成为一个引领者，不断的引领新技术的尝试和运用。比如说有些企业在智能风控的方面走得比较靠前，啊，它可以运用各类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方式，实现前置化的业务风险的拦截，能够智能的去识别高风险的事件和高风险的交易，特别是通过机器学习能够逐步的总结出啊人力所难以总结到的这些风险控制的一些规则，啊，从而能够更深度的去提高风险控制的质量和风险提示的及时性。那对于经营单元来说，啊，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得到了风险智能防控能力中心的一种赋能以后，它就能够更加面向业务的实质，针对这些智能预警的信号及时进行响应和反馈，特别是在各经营单元的层级上能够进一步的进行流程的改造、管理规则的一些提升和不断的迭代升级和演变。所以尽管风险控制大家一直是在不断的强调事前、事中、事后，实际上原有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防控上更多的还是靠事前靠政策、事中靠流程、事后靠检查。但是在新型的风险智能防控能力中心，当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以后，实际上你的事前、事中、事后
都可以依照大数据的技术，依照机器学习的能力啊，不断的进行实时的防控和预警，实时的提示。业务运营支持能力中心，那么这个运营支持能力中心其实是运用很多已有的集团财务管控的经验和手段啊，实现更深度更深层次的应用啊。我们以预算啊这个手段为例啊，那么从预算这个手段来说，实际上首先坚持已有的战略规划、业务规划、年度预算、滚动预测、绩效分析、评价考核，这个管理闭环是始终不变的。那变化在哪里呢？在新型的数字技术和新型的集团财务管控的实践和理念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注重内外结合。所谓内外啊，也就是说我不局限于企业自身，我把我的视角会由企业自身扩大到我整个的产业链，扩大到我的生态圈，甚至扩大到我的以最终用户、最终客户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级的一个价值发掘、价值认定和价值认知上。啊，所谓从外到内，是指呢，重点依托大数据的技术所提供的生态与社会级别的广泛视角，去锁定呢更加精准的业务起点。比如新的大数据的技术啊，完全可以收集分析最终客户的消费习惯、行为习惯、购买力的空间，从而呢使企业啊能够由以我为主向以市场为主来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从内而外呢，是指在运营资源支撑的时候更加坚持战略起点，在战略规划、计划、预算中寻找桥梁，把不同的期间、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视角通过数据能够做到有机的关联、有逻辑的关联，使得管理是延续的。在资源协同运作能力中心上，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的重点举措是可以考虑的。第一呢，就是对于资源投向可以做前期的规划和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沿袭业务的惯性，企业组织实际上很难啊自动去将资源投入到新的领域和新的方面，特别是对那些短期难以具备明显效益产出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呢，更加需要集团站在整体的视角，预先对资源的投向进行规划而进行推动。那么第二步呢，对于符合战略投向，那就需要在资源的盘子、获取的机制、过程的监督、实时的分析、不断的开展效益的评估，以及建立持续的激励机制啊，无论这几个哪个环节都需要集团进行充分的顶层设计。所以我们认为在集团财务管控中这个方面是不可以忽视的。那么在整体机制明确之后，才能进一步站在企业、生态、社会价值的层面进行高质量的资源配置的选择。业务创新发展能力中心，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一定程度上提到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职能啊。那么未来呢，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结合各个经营单元所处的产业生态，去依据数据的挖掘，寻找业务创新发展的机遇，精准的孵化、培育、提升新的业务、新的业态，去推动整个企业生态价值的指数级的增长，促进形成新的价值生态啊。所以刚才也提到，在总部的层面可能重点工作啊，最关键的是形成和建设价值挖掘的能力，并且不断的去输出各类财经产品啊，依托完整的产业生态，全面的挖掘和整合这些价值数据，去积累经验的知识，培育新的模式。那么对于经营单元来说，关键是用好这些产品化的东西啊，贴近一线业务，发现新的业务的变化，发现新的机遇，尝试新的模式，应用新的能力，寻找新的产品的可能性，把企业所要实现的价值跟客户和用户所需要获得的价值形成
高度的价值度，这样才能够实现共赢。谈到了刚才几个趋势啊，特别是五大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后面呢，我想接下来跟大家去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我们认为很有代表意义的，各类企业集团的实践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大型的央企啊，它是一个汽车制造的集团。那么对于这个汽车制造集团，熟悉这个产业的同事们啊，应该深有感触啊。第一呢，它是一个汽车制造企业，它是一个产品为中心的企业类型和业态类型。第二呢，在我国汽车企业的管制环境下，它必然存在了啊大量的多种股权形式所并存的这种管理环境。第三呢，由于它是一个大型的制造业的集团，由于历史的严格和管理的习惯的沉淀，使得它整个的集团管理的管控的思想比较倾向于运营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关注的是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去发挥管理优势和资源优势，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去摆脱原有的考核的惯性，摆脱股权结构的限制，逐步的由弱管控迈向强管控，这是他要解决的一个管控问题。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股权架构的特点啊，因为在这种类型的企业里面，它的参股的方式非常的多样化，所以它有控股企业，有参股企业，有合资企业，有非合资企业。所以特别是对那些参股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考虑突破股权的结构啊，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品牌的优势，我有我的技术的优势，虽然在股权结构中我可能属于一个参股企业，但我依然要去识别我的控制的实质，然后基于控制实质来发挥整个集团管控的作用。那么财务管控同样也要高度吻合这类的控制的实质。第二呢，就要贴合体系自身的管理特点。财务有财务体系自身特点，同样研产供销服本身也有它自己专业职能体系的管理特点，而财务在和这些专业职能进行协同的时候，要充分去考虑这些体系自身的一个特点适不适合进行深度管控啊，哪些是需要停留在总部层面的，哪些是可以直接的深入到企业的末级组织的啊，这些其实都是这家公司在逐渐去建设集团财务管控的这个道路上啊，需要考虑的这些前提的条件和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大型的汽车制造集团，但它同样也是一个产业相关多元化的集团。在原有呢，它的管理习惯上是全部都采用啊利润中心，全部都采用利润中心进行考核。但实际上呢，经过了重新的思考、定义和反思下，实际上本身企业里面的各个子业务类型还是有不同发展的阶段的。比如汽车金融，汽车金融产业和整车制造它本质上是有一种业务协同的关系的。这种业务协同的关系在于，汽车金融产业更多的是依靠金融手段将潜在的用户粘合到我这个集团来，吸引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所以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汽车金融事业部来说，它的目标并不是赚钱，它的目标并不是利润，它的目标扩大收入的规模，吸引更多的用户。而真正企业利润的实现点是用户粘合过来以后，在产品销售的过程中更加去实现出利润的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集团整个的财务管控还应该按照一刀切的方式，统一对各个业态都要求它的利润吗？显然不是。我有可以去要求它的收入，有的我可以要求它的利润，所以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差别性的。基于新型的财务管控的思想，这家公司呢，首先去规划了整个财务管理体系的一个蓝图，目的呢，希望能够基于这样的一个蓝图，全面去提升、分步去建设财务管理的各类洞察能力、监控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来辅助企业落实整体的一个战略转型的落地的工作。那么这家企业在财务管控的时候，确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首先，第一就是要做到高效率。它要求财务数据、财务过程能够做到直达式的监控。第二呢，它希望能够不断地走在强创新的道路上，比如加强整个财务共享的这个能力的建设，推广覆盖到整体广大的各业态当中去。第三呢，就是要提升能力，特别是加强数字化和知识管理的提升。所以在它的这个财务体系的一个规划蓝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五个要点。首先呢，从职能的角度来说，它强调以战略职能围绕业财进行的运营职能，围绕整个产品来进行的产品财务职能，这三个是重点内容管理的抓手。另外呢，还有两个是高度支撑职能发挥的原动力。第一呢，就是财务标准的基础，以标准化、高效为大目标，去建设整个基础核算的体系和沉淀。第二呢，就是它的数字化的基础。这个数字化实际上也不单单是财务，也不单单是财务管控，实际上是融入在整个企业数字化、融入在整个企业的一个数据治理的体系当中去。但对于财务来说，关注的就是业财信息的融合，数据的共享，实时的在线，监督的制度，这是他们非常强调的。而且这个企业建立一个企业级的知识体系，这样的一个在线的知识体系，不仅仅能够支撑财务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也能够延伸了财务支持业务的一个赋能的能力和赋能的手段。那么，这家企业呢，如何去落实这么一个财务管控体系呢？他们还是选取了全面预算管理、全过程的分析与监控、成本费用的控制、资金的管理和财务报告作为五项财务管理体系蓝图的落地抓手，去通过这些专业职能的优化建设，去促进整个财务管控的高效的落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全面预算管理实际上他们做了很多年，大规模的体系建设、大规模的平台建设，由总部贯穿到各个生产经营的主体、各个层级的生产经营的主体。能够通过战略的解码去承接整个集团战略的目标，制定战略预算的目标，并且呢，通过战略规划、业务规划、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等一系列的这个闭环，打造的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呢，所谓全过程的分析与监控，这家企业呢提出来，在任何一个管理环节上、任何一个流程上、任何一个职能上和任何一个体系上，都必须以目标、问题、趋势为抓手，以偏差为切入点，特别突出关键指标、目标的这种约束性机制。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指标去约束、去衡量、去分析、去判断。每一个指标背后必然是应该有一定的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过程控制的标杆。而对于指标的回顾和对标准的修订，是帮助这个企业在小环节、大循环、全流程、全层级都能够做到 PDCA。这是它
非常非常强调的一个全过程的分析和监控。在成本费用控制方面，它整个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成本管理体系啊，不但包括组织工作机制、目标和标准体系、项目管理、知识管理、考核激励机制等等。